连结车撞连结车，两车翻覆两轻伤。画面中载运钢材的连结车行驶在国一彰化路段靠近国三联络道时，突然往另一台载运土壤的连结车行驶过去，造成两台连结车翻覆，还波及另一台槽车。啊，伊弄到我巴肚边了，伊就失控了嘛，失控了，佮连真的佮弄到一只，佮伊就下面然后插去你壁顶，啊，然后人受困在面顶啊嘞。一个自己爬下车，啊，另外一个有卡在上面一下子，啊，就回神以后就拉下来，就下来了。车祸现场看到几十包太空包全掉在路上，土壤散落一地，连结车车头全毁，隔音板被撞破，钢材掉落造成路面破损。你的，你的老柴油哦，安刚加拖。连结车油桶破裂，柴油外流。这起车祸发生在中午12:20，在国一193公里处，两台连接车翻覆横跨三线车道，车流回堵数公里，所幸无重大伤亡，两名司机只受轻伤。车祸原因由国道警察调查中。地方中心彰化报道。